点击屏幕左下角拍摄图标，多种拍摄模式供选择，全景、拍照、视频、低光视频、慢动作、延时摄影。选择录像模式后，屏幕向上滑动，进入参数设置界面。这里可以设置录像分辨率、帧率和画幅比例。屏幕往左滑动，可以开启和关闭 Pro 模式。在 Pro 模式下，您可以做更多参数的调节，曝光、白平衡、色彩模式、对焦方式、图像调节等。色彩模式中可选择普通色彩 HLG 10 bit、 DLogM 10 bit。 图像调节中可调节锐度、去噪等级。在对焦模式中，除了可以选择单次对焦、连续对焦，新增对焦展示模式，优先前景对焦。展示模式适合近距离展示物体的场景。此外，在 Pro 模式图标左侧点击麦克风图标，您还可以对收音效果进行设置，包括切换立体声及单声道，开启及关闭降风噪，切换全向、前后向、前向的指向收音等。做好设置后，便可以开启视频拍摄之旅了。